《列王记下》第二十五章一节，西底甲背叛巴比伦王，伊做王第九年十月七十日，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带领全军来攻击耶路撒冷，对城安营，四围起土堆攻击城，对安尼城受围困，到西底甲王十一年三节。四月七九日，城内有大饥荒，真相中，地狗百姓拢无米粮，城受攻破，一切兵丁就伫透明对我近王的园，两个城墙中间的迄个门逃走。加勒底人拄拄伫四围攻击城，王就对阿拉巴一路逃走。五十，加勒底的军队对赶王，伫亚利哥的边又约着伊。伊的全军拢离开伊四线，加勒底人就掠着王，带伊到利比拉，巴比伦王遐审判伊。伫西底加目睭前杀死伊的将军，佮亚西底加的两对目睭，用铜链链伊带到巴比伦。八十，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王十九年五月七七日，巴比伦王的心腹护卫长尼布撒拉旦。到耶路撒冷，用火烧耶和华的殿甲王宫，佮用火烧耶路撒冷的厝，就是富贵家的厝。十节，军队护卫长加勒底的全军就拆毁耶路撒冷四围的城墙。迄时护卫长尼布撒拉旦将城内所剩的百姓，佮已经投降巴比伦王的人，以及大众所剩的人，拢掠去。护卫长干那留第一善乡的人，予因治理葡萄园佮种植。十三节，亚法殿内的铜条，佮亚法殿内盆座，佮铜海，加勒底人拢拍碎，将遐铜运到巴比伦，佮带去鼎、土啊、剪刀、碗，佮所有一切的铜器、火炉、碗，无论金的、银的。护卫长也拢带去。十六节，所罗门为耶和华殿所造的两支铜条，一个铜海，甲骨的盆座，这一切的铜，侪甲无法度通称轻重。十七节，这支条悬十八丢，条的顶面有铜的条刀，悬三丢，条刀的周围有网啊，甲下流，拢是铜做的。第二支条。像一款也有网啊！十八站，护卫长掠大祭司西莱亚、副祭司西凡阿，甲三个过门的，佮对城内掠一个管理兵丁的官，甲伫城内所拄到常常见王的面的五个人，甲点算国民的军长的书记，以及城中拄到的国民六十个人。二十站。护卫长尼布撒拉旦将这些人带到利比拉巴比伦王遐，巴比伦王就将因杀死伫哈马地的利比拉，安尼犹太人就掠去离开本地。二二节，轮到犹太国所剩的百姓，就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所留的巴比伦王设立撒番的孙阿希甘的囝，期待哩做因的省长。二三节，众军长甲属因的人听起巴比伦王设立基代理做省长，对安尼，军长尼探雅的囝伊什玛利、加利亚的囝约哈兰、尼德法人但何别的囝西莱雅、马加人的囝亚萨尼亚，甲属因的人拢来到米斯巴见基代理。二四节。基代理对因甲属因的人就抓讲，恁唔免惊加勒底的心腹，做恁踮伫即所在，服侍巴比伦王就通得到福气。第五节，七月间，王亲伊丽莎玛的孙尼探雅的囝伊什玛利带十个人来杀死基代理，以及甲伊伫米斯巴的犹太人甲加勒底人，对安尼众百姓无论大小。连正军长因为惊加勒底人，拢起身去埃及。二七节，犹大王约押金受掠了后三十七年，
ปาปิรุนอองอีบีบิโรตัดวันนี้จับยีไวยีชิจิตโฮยูไตอองยกงากิงหยาเทาเทอีชุกกากระตุยอีกงเฮเวโฮเยวีกวางก้วยกาอีตังติปาปิรุนเจียงอองเอวีกาอีทั้งขี้กากากไดโซเชียงเอซาอีจิสี่หลังชงชงติปาปิรุนอองเอบินเจียงจ่าปังอองสู้อีโซเข้มยองเอจ่ามียิ่งยิ่งโฮอีจิวฝนจิสี่หลังนงสีอันเอ